中呢吼，啉者烧的安尼无法度安尼吼。啊，各位有影较辛苦呢吼，昨昏我想是寒啊嘛，睏袂好势。吼、哦，啊，棉被毋知有够烧无吼？有哦，棉被佫有烧，安尼袂歹啦吼、哦。是蒙床较硬啦吼。吼、哦，佫袂好啊！恁这呾厉害厉害，蒙床是房啊呢？吼、哦，迄古早是拢通铺，叫做通铺吼。哦睏到顶壳壳，我这老伙仔个来睏无法度啊！咱知影吼，即、这个今仔拜六，即、这个拜四吼、哦，美国伫即个伊拉克举行一个降旗典礼吼，就是占领伊拉克正式结束。哦，啊，这个伊拉克的战争吼，甲想起来已经九年啊嘞，但2003到今嘛个，吼、哦，已经九年也真紧吼。啊，九年虽然是美国攻这个伊拉克吼，伊美国兵啊牺牲偌济人呢？牺牲4500个。即个军人，美国军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美国嘛动员150万人去到伊拉克，啊，占领九年吼、哦，啊，美国开偌济钱呢？哦，我拄拄甲问即个 Richard 吼、哦，英文的吹量是偌济？吹量就是咱咧讲的一条啦。啊，一条是偌济呢？好、哦、啊，歹算啊！咱讲100亿了，已经足济啊，毋知几个零吼、哦。1000亿，佫加一个零嘞。一条呢，看偌济钱啊？这是美金呢？啊，美金佫乘一个30倍，30条呢？哦，你看美国开偌济钱落去吼、哦？啊，为甚物？到底为着什么？敢真正为着伊拉克的这个民主？我想嘛，当然是安尼讲啦吼。但是我是怀疑。当然，美国主要要保护伊，伫伊拉克伊的石油的这个来源啦吼。但是，这个《New York Times》的报道是咧讲，嘛唔是咧，因为伊拉克。经过美国占领吼，啊，伊嘛公开表述啦吼，就是来公开标伊拉克的油矿，啊，伊个美国公司嘛一间尔咧去标吼，啊，所以伊是讲嘛毋是完全为着石油啦吼，但是我是无啥要信啦吼，你另外开一条的美金吼，啊，牺牲。将近5000人吼，啊，敢为着无为着什么吗？我想唔念啦吼。啊，所以就讲美国攻打伊拉克，啊，占领伊拉克，啊，正式结束吼，都有一个降旗的典礼啦吼。啊，台湾呢？啊，台湾1945呢？啊，代表民军占领台湾吼，这个蒋介石集团呐。到目前，美军无即款仪式咧，吼、哦，啥物降旗典礼，啥物拢无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佫无共个就是伊拉克是一个主权独立个国家，吼、哦。啊，即个台湾伫1945年毋是，伊是日本个国土个一部分，吼、哦，所以无共，吼、哦。无共，一个是已经有主权啊，啊，伫1945年的台湾，伊的主权啊，搁伫日本的手内，吼，啊，伊占领的是台湾的一个领土安尼，所以无啥共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咱个想讲，一个主权的国家，一个国家吼，会直直继续落来，吼。比如讲，咱咧讲中国的这个，莫讲上远啦吼，较近的，比如讲明朝吼，
咱咧讲明朝和清朝淹倒，啊无清朝灭亡，迄、那个明朝吼，啊明朝无无去啊，变清朝。诶、欸，啊清朝嘛是中国咧，明朝嘛是中国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伊即个政府吼、哦，比如讲明朝是一个政府，是中国的政府，清朝嘛是中国的政府啊。所以伊是政府，甲国家无共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清朝和孙中山革命引导，清朝无灭亡啊，变作中华民国啊。诶、欸，啊，中国嘛阁存在啊，但是伊这政府无共啊，变作中华民国，伊无叫做清朝啊，吼、哦！诶、欸，啊，阁说咧，中华民国伫1949年。哦，中国共产党拍倒，啊，中国共产党伊成立一个政府，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，但是伊这国家嘛是中国，这个主权的国家中国，吼、哦，所以伫1949年，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中华民国咧，灭亡啊，无去啊。啊，中华民国的这个代理总统李宗仁，伊走去倒，走去美国。啊，这个下野蒋介石啊，走去倒，走来台湾。伫1949年，走来台湾。诶、欸，啊，蒋介石甲伊的集团，伊是中国人呢，伫中国的领土走来台湾。伫1949年。是日本的领土，诶，无共国啊，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日本啊，啊，所以1949年，蒋介石就是流亡来台湾，伊是一个流亡政府，诶，啊，一个国家，敢若有一个中央政府，哦，无可能一个国家有两个中央政府啊，啊，所以蒋介石。和共产党打到走来台湾的时候，伊嘛讲：“哎、欸，唔是，我是中国啊！我代表中国，我代表中国大陆遐拢我的咧，吼！”伊是安尼讲咧。啊，但是一个国家无可能两个中央政府啊！啊，所以演变到即卖的时阵，世界是认为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代表中国。啊，无要承认中华民国这个政府代表中国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啥物物件呢？伊变作安那呢？伊变作中国内底一个叛乱的团体，一个叛乱的政府，一个流亡的政府。伊是一个政府，伊毋是一个国家，吼。啊，咱拢知影。什么叫做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？伊就是讲爱有政府、人民，啊，佮有土地、有领土就对了。但是台湾呢，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。哦，这个蒋介石流亡来台湾的时阵，伊领土存倒位，金门、马祖是中国的领土，但台湾呢，犹原是日本的领土，哈、哦。在1952年，旧金山合约正式签约，日本甲48个民国哈，迄、那个蒙古啦哈，签约诶旧金山合约，甲正式放弃台湾，伊毋是放弃台湾的主权，伊是讲放弃所有一切对台湾的管理哈。啊，任何的这个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哇，咖啡好啊，哇，赞赞赞，哦，啊，所以表示讲，中华民国跟台湾，不是迄、那个，就是讲台湾这个土地到目前呢，伊的主权呢，啊，佫无归属，啊，无归任何一国啦，哦。啊，所以我是想讲，啊，这个问题啊，到底是安那看待吼？比如讲，咱拢知影吼，
即个不动产，有一间厝吼。比如讲，我有一间厝咧吼，啊嘛住真久啊咧吼，啊但是我一个后生吼，啊真不孝咧吼，啊食赌佮食槟榔佮有诶无诶吼，啊不务正业安尼吼，啊要甲赶出去，啊佮赶袂出去哩。但这间厝的所有权是我的咧，啊，我这个囡仔赶袂出去哩，啊，我就足受气啊吼！我讲啊好啊，这间厝我无爱啊啦吼，啊，随在你要安怎吼，啊，就我就搬出去啊，我就无爱这间厝啊。啊，无爱这间厝，啊，但是你的所有权无去变动咧，吼。啊！你著甲厝边隔壁讲啊，我拢无爱，即间厝我无爱吼。啊，随在你要安怎？啊，所以即个囡仔以后就讲，即间厝我的咧。啊，我的伊是安尼讲吼，啊，请问啊，你有所有权证无？啊，无咧，啊，无当然毋是你的啊。啊，但是即个老的吼，已经放弃啊咧，我无爱咧。啊，无爱嘛是伊的啊。啊，所以台湾的情形吼，有一挂类似啦吼。虽然是一个国家主权，啊，佮一个不动产的所有权吼，有即个相同的所在。吼，虽然是讲我放弃啊，啊，但是无移交，无即个啊所有权的移交的手续，嘛是犹原即个现状无改变。啊，就台湾的情形相同啊，吼、哦，伊放弃日本放弃对台湾的所有权，但是无讲要交倒一个国家的时阵，伊原这个管理是归日本安尼，哦，应该是安尼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遮咱就讲真清楚，就是讲，这个国家啊，甲这个政府的关系，吼、哦。是两个无同的一个概念吼、哦，政府的变，中央政府的变吼，从、哦、推翻伊的变啦吼，从、哦、消灭去，但是伊的国家就是无变。啊，这边安那证明呢？咱知影讲伫一个1971年吼、哦，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入去联合国的时阵，啊，无足侪国家甲承认啊，吼、哦，承认伊是中国啊，啊，承认中国的时阵，过去的中华民国，伊伫欧洲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德国、法国，吼、哦，欧洲各国拢有所谓的大使馆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中华民国这些财产呢，变做啥个？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因为用接收去啊，吼、哦，变成你这个政府呢，和这个中央政府、正式的政府接收，啊，所以当时真紧张啊，一个不动产你搬袂去啊，都、就是哦阿强的接收去，啊不啊会叮当的物件，哎呀古董啦，有诶无诶啊，哦，大家就找啥物摸咧，啊就摸咧走啊，吼、哦。就是这个情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不管中华民国安怎讲，哦，伊代表中国什么，啊，其实无影，吼、哦，因为伊无这个权力。啊，你若讲你代表中国，中国你也是，啊，你大使馆哪方摸咧走，吼、哦，啊，佮这个日本有一个光华寮，光华寮是当时吼、哦、啊，中华民国伫日本买，吼、哦。啊，予一寡学生住，啊，结果即摆呢，即中国啊，吼，咱咧讲阿六啊，吼，即中国啊学生伫日本哦，就去占光华楼，讲这是因的，吼、哦，恁较早中华民国买就是因的财产啊，哇、哦，啊，就开始告啊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告的结果呢，即、這个日本的法院嘛判讲。这个物件的归属吼，所以唔知道要安怎判啦吼。到底是要归出钱的中华民国买，还是要归中华人民共和国？
煞无结论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证明吼、哦，中华民国本身吼，伊、哦、毋是一个国家，伊是一个流氓的这个团体，一个政府，吼、哦、啊，佮最近伫美国 Kansas City 吼、哦、，Missouri 州啊，有一个市叫做 Kansas City 吼、哦。啊，内底有一个台湾派去迄边的代表处，嘿。啊，咱普通外交官伫外国拢是大使馆吼，啊，咱毋是的，咱叫做代表处。诶、欸，那个想讲，诶、欸，啊，咱拢无共，咱叫做代表处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有一个处长呢，互即个美国 FBI 抓起来吼。哦啊！伊是哪个抓起来呢？伊讲伊违反这个外劳的这个欺诈案，吼、哦！伊欺负啊，搁欺骗这个伊所请的这个啊菲佣啦，吼、哦！本来是这个合约写没有这个佣人哦，菲佣吼，美金1200几块美金，啊，结果呢？甲付伊400块，啊，剩的钱呢？剩的钱要走的，我想是走去伊落地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伊销是报1200块报公销啊，啊，佫扣留这个费用吼，诶、哦，这个护照，啊，佫规定伊一天要做16点钟，吼、哦，啊，袂使离开伊已经厝。哦，啊，这就违反美国的劳动法啦咧，啊，所以 FBI 就给抓起来。哇，抓起台湾甲迄边的代表处，哇，咻咻叫啦，讲你哪会使抓我的人？我这是外交官咧，外交官袂使抓呢。伊讲无啦，你毋是外交官，呵呵你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你无享有外交的豁免权。哦啊、所以美国也很清楚、哦啊、你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、哦啊、但是我们在台湾都说我们是一个国家、哦啊、我们现在、哦、每年正月十四就要选总统、哦、其实不是的，我们没在选总统，照说呢1979年的这个美国所定的台湾关系法，哦，台湾 Relations Act， 称呼所谓中华民国叫做台湾地理当局，哦，但1979年开始，哈、哦，这个中华民国就叫做台湾地理当局，伊唔是一个国家，哦。所以这是很清楚哈、哦，啊，美国这个台湾关系法是安怎？哪有一个台湾关系法？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，可是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正式的法律，哈、哦，哎、欸，啊，美国跟台湾那是国甲国的关系哈，都、哦就是条约，爱定条约。但是美国不是咧，伊本身就通过这个国内法啦，啊，所以可见呢，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哈、哦。我啉一个咖啡咧，加去冷去哈。啊，咱在座各位可能真济啦哈、哦，有诶出世的时阵是日本时代，哈、哦。啊，无几岁时阵，哇，煞改朝换代啊，吼、哦！日本、台湾战败，啊，所以中国吼，即、哦這个蒋介石集团来占领台湾，啊，所以咱台湾本来是日本人、日本籍的，雄雄呢，伫1946年，诶、欸，即、這个战争啊，煞了的第一年，吼、哦，煞变作。中华民国籍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根据这个战争法啦，这是唔对的吼、哦，因为战争法咧讲，被占领的这个
内底的人民啦、啊，伊即个政呢，袂使个改变。啊，结果呢，咱是去用改变吼。啊，迄、那个，迄当时的中华民国甲日本签一个合约，啊，合约是咧讲，1945年伫台湾的遮个人民呢，该看作是中华民国籍。以前是日本籍，即卖看作中华民国籍啦，吼。啊，所以我就是即个情形，吼。啊，我是出世的时阵，伫日本时代，吼。啊，1945年、1946年，变作中国籍，吼。啊，但是伊即个日华合约，吼，伫1979年失效啊。失效的时阵，咱的即个籍。啊，即马变作安怎？吼、哦，因为合约是咧讲咱的籍由日本籍看作是中华民国籍，啊，即个合约失效的时阵，咱的籍就变无去啊，咱无籍啊，啊，所以咱知影即个林志升先生顶吼、哦，有200几个人告即个美国政府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法院的法官。伊个判决文嘛是认定讲台湾人吼无国籍，吼啊佫无国籍安尼，啊所以我是伫迄个年代出世吼，啊一直拢伫台南吼，我台南人，啊所以到大学毕业拢毋捌离开台南吼，啊我读个是迄个建筑啦吼，我是即个。生态建筑系，啊，我考入的时阵是叫做台南工学院吼，啊，毕业的时阵变做成功大学吼，哦、变做大学去吼、哦，啊，真趣味，我成功大学以前我是读迄个叫做工学院附设工业职业学校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是读建筑科，啊，佮考入去生态建筑系。我这个建筑训练吼，十年的教育，吼、哦、呵，伫台湾找无几个吼、哦，十年的建筑教育吼、哦，啊，搁去美国搁去读硕士读两年吼、哦，所以我这个建筑训练不只长啦吼、哦，啊，生态四年，我这个建筑设计啊不只啊好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系主任就是咧讲，你若毕业了吼。哦会使转来下任吼，来做助教吼、哦。啊，伊当时我毕业是1959年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即个公元甲民国的关系吼，多谢多，是差11年啦吼、哦。比如讲，你若讲，你2几年出毕业的吼、哦，出世的吼、哦。比如讲，我2025年出出世的，2+11。就是1936，吼、哦，咱咧讲的这个啊，公元啊是西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是拢讲公元啦，吼，啊，民国我都唔捌字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是讲公元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即马去咧银行咧领钱存钱，伊遐拢有一张单写民国什么年，吼、哦，我拢甲跳过，啊，写几月几日安尼。啊，有当时啊，迄行员就甲我讲，你民国无签呢？我甲伊讲，我民国毋捌哩咧，我要签公元会使咩？伊讲公元袂使咧，我写民国，安尼我无爱签，吼、哦。我若要签，我民国甲你划掉，啊写公元安尼，伊怎啊搁啊收倒退？怎啊迄个怎啊浪掉安尼吼？啊，所以即摆讲到即、這个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迄当时呢，我毕业迄个年代吼，差不多1960年代，台湾的经济真歹吼，啊，你毕业顶有真歹找头路吼，啊，所以即个系主任叫我回去做助教，我就真欢喜啊嘞吼，所以我做兵了，就回去啊，成功大学建筑系去做助教，啊，结果呢？做差不多2礼拜外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大学内底教务处就叫我去啊，
啊，甲我讲，你袂使吼啊，继续做助教安尼吼。啊，我迄阵少年吼，啊，无出社会哦，啊，毋知影，啊，毋敢甲问我到底是安怎，吼，啥物会散，啥物袂散的吼。啊，尾仔较知影讲，原来呢，我大学四年的时阵吼，我有一个教水彩的一个教授。这个教授是中国人吼，从中国来的吼，啊，含我袂歹啦吼，因为我水彩画了袂歹吼，啊，三不五时啊，我就用脚踏车去载去郊外去写生吼，啊，所以有一天呢，伊摕一挂表吼，要叫我填啦吼，伊讲这表吼，你填呢吼，啊，以后你要出国吼，足方便的吼。啊，若回来台湾要找头路，也足方便安尼吼。啊，就等我爱入党就对啦吼。啊，我迄阵就我若直啦吼，啊，真理想主义安尼哦。我想讲，啊，你添落去吼，啊，入国民党啊，足侪好处咧吼。啊，无入党的人咧，无好处咧。啊，我迄阵想讲，安尼毋对咧吼。那好处，大家拢相共啊。那讲有诶好处，有诶无好处，所以我拒绝啦，吼、哦，无甲签就对啦。我所点香做记号咧，啊，所以就袂使在迄个大学内底做助教吼。啊，即摆甲想起来，哇，真恐怖呢！一间大学诶上小诶即个助教吼、哦，要食迄头路爱入党。各位个想看嘛，你要升一个讲师，要做一个教授，要做一个系主任，要做一个院长，要做一个校长，你敢毋免有党吼、哦、国民党个身份，啊，无伊哪要互你做？一助教都无要互你做啊，哪有可能讲吼、哦、一个校长毋是国民党员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讲用即个方法啦。确实啦、啊，真即、這个要安怎讲？真残忍，就是讲吼，整个的即个国家的教育系统，甲你控制掉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就是学生啊，当然是照即个物件倒来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都无法度袂当做，我都把我看看咧，啊，第一摆啊离开台南吼、哦，来台北安尼吼。哦啊，台北拄啊，迄个中立吼，离遮无偌远个中立，有一个理工学院吼，即摆叫做中原大学，遐做成立一个建筑系吼，啊需要即个助教吼，啊我着去遐做助教安尼吼，啊一方面伫遐做助教，一方面我伫台北建筑师事务所上班。哦，啊，佮准备要出国安尼吼，啊，伫1960年代吼，真侪大学生啊，就是要出国，吼、哦，伊毕业了就想要出国，啊，佮拄拄呢，啊，美国迄当时吼、哦、工业发达吼、哦，啊，提供足侪迄个奖学金，互即个外国个即个研究生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请三间学校吼。哦啊，其中一间学校，予我即个专业的即个奖学金，叫做 Full Scholarships 啊。啥物叫做专业奖学金呢？啊，就是讲啊，你毋免注册费，啊，你也毋免学费，啊，佫毋免宿舍费，吼，啊，你佫食饭费也毋免呢，吼。哇，足好康个呢，吼。啊，但是问题是，你台北。去到美国，走路未够咧，吼、哦，收水也未够咧，吼、哦，一定爱坐飞机啊，坐船啊，哇，啊，搭这机票要安怎？吼、哦，迄阵个美金是一块兑40块，啊，阮这爸母就烦恼安尼吼，啊，搭这囡仔会当去美国，啊，但是无机票咧，吼、哦，啊。我是有五个兄弟啊咧，吼，第一个会当出去安尼吼，啊，当然是阮爸母真欢喜啦吼，啊，所以阮老母啊咧，啊，将伊个金破链、金手指、八百咧吼，
啊，就提予我咧哈。伊讲你即个提起高雄桥仔头，哈，啊，我有一个阿舅伫遐咧开金仔店，伊讲你提起该换现金嘛咧哈。啊，所以我会记当时呢，伫1900差不多62哈，我就坐公路桥的哈，从台南去到桥仔头。啊，去换这个现金，啊，去买机票安尼吼。啊，迄当时这个台湾留学生真趣味，就是讲大家拢坐包机，吼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啦，对啦，吼。我讲，啊，你坐包机毋是较贵？毋是，坐包机电脑较俗安尼吼。啊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，吼，拢遮留学生。啊，飞机迄阵是等松山机场起飞啦，吼！啊，所以离开松山机场吼，哇，大家就真兴奋安尼吼，准备迄本护照吼，要等到到啊啦，对啦。啊，所以去到美国了，阮迄本护照差不多吼，都我个袂记啊，毋知要等人倒去啊，吼！啊，我是等台北飞去西雅图啦，吼！啊，是那飞西雅图，因为我学校伫 Pittsburgh 哈。啊，西雅图伫1962年哈，有一个世界博览会。啊，世界博览会有各国迄个代表性的建筑物伫遐哈。啊，我是讲我学建筑的哈，啊，来迄个所在参观一挂迄个各国的即个建筑物安尼哈，所以我就飞去到西雅图。啊！我要离开这个中文大学的时阵吼，伊迄个教务长是美国人，啊，我伊个三时吼，啊，讲我都要去美国读册安尼吼，啊，第一站是西雅图安尼。伊讲安尼哦，安尼好，伊西雅图有一个朋友，吼，啊，我若去遐吼，啊，迄个朋友会甲迄个照顾安尼吼，所以甲写一张推荐批就对啦，推荐函啦吼。我这条飞我第二这个西藏的落地啊吼，啊就飞到西雅图安尼吼。啊，迄站第一摆出国，啊怣怣呢吼，穿一个真大卡的拖浪裤呢吼，背箱呢吼，啊，啥物拢落落的就对啦，吼，衫啦、册啦吼，迄阵迄当时是盗版的册较俗啊，就讲啊，加买我册安尼吼。好啊，一卡背箱落大卡，穿拢袂叮当吼。啊，找个西雅图一个郊外吼，啊，咱知影美国都市内底是住较下骹层的人吼，啊，即白领阶级的吼，伊住伫都市的郊外一区一区安尼吼，啊，伊即个美国朋友嘛是住伫郊区啦吼，啊，所以我着找到郊区迄个所在吼，啊，拖浪裤着喊伊到遐吼。啊，找到这个主子啊，哇，真欢喜的。电影就青草啊，甲饲啊嘞吼，饲几波安尼，啊，无人应呢。啊，搁厝内个看暗暝望，哇，一声害啦！啊，我这拖浪裤搁要害伊对，搁害倒来饲内，啊，是要带底嘛拢唔知嘞吼。火车头可能嘛未大一个吼，哇，伫遐咧烦恼啊吼，搁一台车驶过，啊，搁靠了转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甲问讲，啊，你是要找啥物人啊嘞，吼、哦，我就甲讲要找这主子的主人啊嘞，吼、哦，伊讲无啦，伊今仔日是美国的 Labor Day 吼、哦，劳动节吼、哦，全国拢休困啦，大家拢去度假，我哇，一下惨嘛嘞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安怎呢？哇，这美国人搁足好个呢，吼、哦。伊讲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来带阮兜安尼。哇，即下拄着贵人啊呢吼，啊有所在人带咧，啊就欢喜对伊去啊。哇，你去到因兜，因兜佫空空咧，佮来一个人，规间厝拢空空吼。我着一个房间互我带吼。啊，我迄阵出国，人乌打伞哦，3:8安尼吼。啊，伊看我即个囡仔咧，3:8安尼吼，第一名吼。煎迄个牛排呢吼，吼、哦哦、我这一生嘛第一摆食牛排呢吼，啊刀啊切嘛举起来就甲切落来吼，夭寿啊这牛排佫血腥腥嘞，
哇，啊，今这是要安怎食嘞？啊，嘛是切的吼，硬吞的吼，啊，食了嘛讲欧西欧西吼，好食好食嘞吼，啊，人诶好意嘞吼。啊，尾仔我就甲伊表示讲，我是要来参观博览会安尼吼，伊讲无问题安尼吼，啊，所以透早吼，就将我载去博览会门下口，啊，卡下晡。哦，约一个时间，甲载倒去因兜安尼吼，所以我伫因兜住吼，差不多四五工吼，啊了都爱离开啊，啊离开，迄阵无概念吼，西雅图伫美国的西部，啊要去到美国的东部，我是讲，啊你着台北甲屏东吼，啊火车坐咧可能七八点钟。哦，上计互你两杯好无？十几点钟，我想讲好，啊，我甲讲，我要坐迄个 Graham Bus 吼、哦，咱咧讲的火锅号啦吼、哦。哇，伊在咧海头咧，伊讲咧火锅号吼、哦，我同伊到遐啊，规礼拜咧。啊，我想讲，啊，落地也是地300块美金尔咧，啊，搁坐巴士。佫先做会当观光啊，看风景啊，应该是袂歹啊吼。虽然时间较久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就决定坐火锅号诶。哇，结果当5暝6工吼，哦，去到 Pittsburgh 吼，东部诶时阵吼，哦，遮疼遐疼，啊，嘴喙齿拢肿起来吼。因为安怎呢？拢无咧休困啦，人拢坐伫巴士诶顶悬。伊是巴士换，吼、哦，啊，共火锅号的安尼吼，啊，都换一个巴士，哦，你落车食一个饭，啊，搁爬去车顶，啊，所以你困伫车顶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是也伫车顶，暗时也伫车顶安尼吼，哇、哦，5暝6工你甲消化吧，吼、哦，我较知影讲，哇、哦，美国啊，新大陆，哇，确实有影大吼，吼、哦，毋、哦、是台北甲屏东的安尼尔吼，啊，所以去到遐，啊，去到遐第二年吼，因为美国即款环境就真自由，吼、哦，你要看啥物册，无人甲你管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遐我着读一寡迄个，咱知影即个 George Kerr 吼，台湾必出的台湾吼，Formosa 必出的，较知影讲，啊，台湾发生第二版吼，诶、哦、事件是安怎安尼吼？啊，佮接到迄个伫日本东京出版的迄台湾青年，吼、哦，即是台湾的留学生，啊，伫日本办的迄个台湾独立的刊本吼、哦，哇，佮了解讲哦，原来台湾就是吼即、哦這个蒋介石因占领吼、哦，啊，互因压迫，互因欺负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即个关系呢，我就加入去伫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。啊，一直到呢，我1963加入吼，一直到1970年，迄当时吼，啊，蒋介石准备要培养因囝吼，蒋经国，啊，所以给送去美国吼，互伊即个多一个金呢吼，提高伊个国际地位甲声望安尼，啊，所以哇，即海外即。带动运动的这留学生啊，大家讲哇，这机会足好诶吼！伊若来美国呢，会甲暗杀上好吼、哦，因为你台湾无法度出手啊吼、哦，啊，我美国赞啊，哦，啊，就大家就计划讲，我要甲暗杀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就暗中呢，啊，有即个计划，有即个想法啦吼、哦。啊，我迄当时呢，是迄、那个。世界台湾独立人民的秘书长吼，啊，所以我叫即个下骹的人吼，啊，即、這个摕迄个秤，啊，甲秤子来互我吼，啊，准备要甲结了就对啦吼，啊，所以伫1970年的4月20日吼，伫纽约市，吼、啊，我差不多住伫纽约吼，纽约市有一间旅馆叫做 Hotel Plaza。吼、哦，伊伫遐要请一寡迄个美国的生意人，吼、
啊，中昼时办一个晚宴吼，中昼请遐人。哦，啊，伫十二点的时阵，阮就伫旅馆咧等伊啊吼，伊就坐迄个乌头啊车吼，啊慢慢驶来旅馆的头前。啊，人家开门，啊，伊了就慢慢行入去旅馆啦吼。旅馆大厅内底，夹夹滚呢，拢是人，什么款的人呢？有迄个美国州吼，诶，即个警察，美国州的情报人员，啊，佮有纽约市的穿制服的警察，吼，啊，无穿制服的警察，吼，啊，伊家己扎起的保镖的，吼，规大堆就对啦，吼。啊，我即个舅仔呢，温文雄先生呢，伊是决定吼，伊要开枪啦，吼，啊，所以伊就秘伫遮个情报人员内底，吼，啊，因为你情报人员拢无共单位来，啊，所以有诶互相吼嘛无熟悉啊，啊，所以伊嘛毋知伊是刺客，啊是情报人员啦，毋知啊吼，所以秘伫伊内底。啊！伊看将军讲，慢慢行向大厅内底一个旋转的门吼，伊就开枪啊！啊，手举起来要开枪吼，伊的隔壁呢，拄拄徛一个警察，吼、哦！啊，警察目尾讲，看到一个人手举要开枪吼，怎啊手甲弄一下吼，迄、个枪支弹弹到。将军个头顶差不多二十公分哦，弹无着安尼吼。啊，即、这个枪支弹无着吼，即、这个警察呢，随时将伊手杀呢吼，甲取落涂骹。因为即个警察真大汉哦，啊，黄文雄先生人真细汉。啊，取落涂骹了吼，哇，一个枪支拍出去，都现场大乱啊啦。啊！三四警察拢围我来，将黄文良先生给提落去吼。啊！迄当时我嘛无想到，我怎冲我去吼、啊？啊！结果呢，黄文良先生就等这个警察的两只脚中都弄出来吼、啊。啊！弄出来了，伊话讲吼 ：“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。”伊讲让我徛起来吼，像一个男子汉安尼吼。伊个意思是讲，卖甲饲咧涂骹啦吼，你好徛起安尼吼。啊，结果我冲我去，都冲无一袂，我迄个所在时，都警察猫一个吼，我人都昏去咧。啊，结果呢，伊甲猫着我个目镜。啊，结果吼，我头壳遐拢流血啦吼。啊，所以即、这个刺杀蒋经国吼，即个事件唯一流血煞是我咧吼。啊正经国煞无流血嘞吼，啊！结果我读下去填煞我六七千嘛嘞，吼！啊！结果我两个呢，和这个美国的这个警察抓去吼，啊！到这个美国法院，将阮这个起诉，啊！起诉用杀人未遂甲阮起诉吼，啊！无遂开庭审判啦吼。经过一年后，才开庭哈。啊，阮抓起先是去拘留，拘留伫美国的这个纽约市的一个监狱内底哈。啊，咱知影纽约市佮台北市相共哈，因为土地矮，啊人济，啊所以建筑物呢，拢随地发展。伊这个监狱呢是大楼。都啊，一层一层的钢架拢伫大楼咧吼，毋是咱咧想的钢架拢伫土地吼，无共。啊，这钢架真恐怖，伫迄个年代吼，因为内底大的人、官的人、黑人啦吼，啊，波多黎各的人啦吼，哇，真恐怖咧吼。啊，所以阮关伫遐吼，我伫内底去互扣留三十二天吼。啊，阮的保释金嘛。我敢定足悬嘞吼，阮两个保释金加起来20万美金，迄当时哦，一箍对40箍，20万美金哦，买几啊间厝啊嘞，吼、哦，啊，嘛因为即个事件吼、哦，影响即个全世界台湾留学生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留学生大家拢
捐钱吼。啊，咱知影早期的留学生是拢提房子去美国的吼，毋是讲即摆留学生拢做台北无咧，伊拢提房子的吼，叫洗碗拍工吼，啊，寄好钱吼，啊，将阮两个报销安尼出来吼。啊，到隔一冬的这个较开庭吼，啊，开庭了就是阮两个被判有罪啦吼。啊，了后呢，法官就佫宣布讲，啊，恁两个吼，啊，无时无日啊出庭安尼要宣判呢吼。啊，但是迄日子到的时阵，阮两个拢流酸啦吼，拢走离开美国吼。啊，我走咱瑞典去吼，啊，黄文良先生伊走咱加拿大去吼，啊，我迄当时毋是美国的国民咧，嘛无美国护照吼，啊嘛无迄本中华民国护照咧，诶，啊要安怎飞去瑞典咧？所以我是摕别人的护照啦吼，啊，就直直飞瑞士，但瑞士佫飞去瑞典安尼吼。啊，瑞典这个国家是北欧的一个国家哈、哦。咱知影北欧有四个国家哈、哦，瑞典、挪威、小格别哈、哦。啊，这两个的南边有一个丹麦哈、哦。啊，瑞典的西边有一个芬兰，叫做北欧四国哈、哦。啊，瑞典北欧四国确实真进步的国家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我飞去遐了后呢。就去请这个政治庇护，啊，结果真紧吼，三个月后，啊，就政治庇护就落来安尼吼。啊，我想讲，政治庇护落来，我都安全啦嘞吼。啊，我都公开啊，讲我人伫倒位安尼吼。啊，结果美国向瑞典政府要求引渡啦吼。哇！因为美国甲瑞典啊，因为印度条约啊，国家有签印度条约，所以爱印度啊。啊，咱咧想讲印度话人掠下都要印度啊，唔是咧，印度就爱去等，爱去拍官司吼，等这个地方法院伫拍到高等法院吼，啊，高等法院若输，就印度赢了免印度啦吼。啊，印度条约我甲看咧，应该是袂当印度咧，印度条约就是讲，你若即个被印度的人，伊的案件若是有政治性，袂使印度；，啊是讲间接的有政治性，嘛袂使印度啊。啊你刺杀一个国家元首，啊毋是为着钱，毋是为着情，是为着政治目的啊。啊，当然是政治性啊！啊，但是迄个法官呢，有三个法官吼、哦，结果是两票对一票了吼、哦。一个法官讲这政治性的吼、哦，两个法官讲唔是政治性的，啊，就结果输去吼。啊，输去变喏，啊，所以就是印度啊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印度的过程吼、哦，啊，佮这个有一段故事啦吼。哦这条故事搁讲来吼，咱个主题煞讲袂着吼，所以我想咱讲到遮吼，啊，是毋是咱歇看要五分钟、十分钟，再过来继续吼，安尼好无？好，谢谢。